迎持续锁定十点不一样，我是秦林谦。说72小时内要备齐文件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只花了40个小时。今天中午由夫人曾馨仪代表到食药署递件。食药署长吴秀梅亲自在门口迎接，永龄基金会由郭台铭夫人曾馨仪代表拿着厚厚文件，周二中午正式到食药署递件申请疫苗专案输入。信封里头是厚厚一本文件夹，指挥中心要求包括执行计划书、供货时程、有效期限、原厂授权书等等八大文件，统统备齐。使命非常的重要，希望可以顺利成功。那也希望我们的政府跟指挥中心都有听到我们人民的心声。完成申请程序，食药署长吴秀梅还一路陪曾馨仪走出大门，闲聊间也透露出政府碰壁的无奈。你们去接洽，可能都给我们。我们说尽力而为，是说欠他们签名的，结果又被指的就是跟 BNT 的合约，等不到对方签完回传，而郭董宣布要协助采购疫苗后，周日在脸书宣示72小时内拼文件，只花40小时就备齐。郭董前一天在脸书 po 出的照片也透露端倪，日出美景加上台湾全岛移民6个字，就跟递件信封带上的一模一样。所以因为72小时可能原来有包括睡觉的时间，但是只要把睡觉时间拿掉，所以我们可以在40小时内达标。其实在这个准备文件的团队里头有非常多专业的同事们，非常感谢他们，几乎在这几天是不眠不休。据了解 ，BNT 疫苗价格每剂在30美元左右。郭董打算买500万剂，就要1.5亿美元，合台币45亿元，加上冷链空运还有报关费用，估计要花100亿台币。我们也谢谢哈郭台铭先生非常积极的办理这事情。永龄基金会这边送出来的案子就很具体。不过台大感染科名医李秉颖却在网络电台节目上爆料，听说郭董买的疫苗快到期，质疑进口台湾后加上封间检验时间，可能已经过了有效期限。对此，永龄基金会执行长刘又彤在脸书回应，李秉颖受访时文件都还没送到食药署，也批评听说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TVBS 李智勇以西台北道。不满中央跟指挥中心的防疫处理态度，名嘴朱学恒上午送了4个白色花篮到机关署门口。机关署门口四大纯白花篮，分别写着"耳奉耳禄，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是名嘴朱学恒送的，要批评官员无视民众死去，但也被认为好似告别式花篮。我觉得不要忌讳什么白色就这个讨不吉利，没有这回事。白花本身代表是纯洁。在疫情期间大家都非常的忙碌，那做正规的事情就好。陈时中一贯的温和淡定，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看不下去，发文谴责朱学恒这行为非常不恰当，诅咒努力工作人不符合善良厚道。陈时中经常以办公室为家，可以想象防疫多么辛苦，台湾应该团结，不是把彼此当仇敌诅咒。你不能因为他都是四个字，然后4句话，就觉得他是诅咒，还请苏贞昌院长回去多多读书。每一天的确诊人数，每一个死亡的人民，都是我们的国民，请大家要继续努力，把疫情控制好啊！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责任，是善意的规劝。如果有人要送我花圈、花束、花柱的话，请大家多多支持花农。如果是送像这样子白色的花篮，您也会接受吗？会，请送给我各种各样你觉得好的花篮。有白花，也有红玫瑰。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幕僚带头送花，为防疫团队加油。新冠病毒打破台湾1年多来的安逸，陈时中近期针对机组员放宽检疫、离岛快筛、疫苗进口等多个问题态度不一，多少也让自己流失公信力。台北新闻张志明、陈玉文，台北报道。另外，针对民间自愿发起捐赠，却屡屡碰壁、吃闭门羹，对此陈时中澄清，不是要刁难，而是药厂也表态，只跟中央谈。疫情还在烧，政府采购疫苗数量不如预期，民间想出手协助却四处碰壁，还有缴交8项送审资料，引发民怨沸腾。好，事实上我们在这段时间也看过太多哈这些相关的一些前科，那可能都是有一些买空卖空的嫌疑，还有厂商也很明确的讲，就是他们这疫苗是只有跟国来往来。博士刁难一说，事实上在印度，辉瑞跟莫德纳2家药厂也婉拒地方政府采购的询问，表明只跟中央谈。基本的政策都是跟国家往来，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关卡，不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不排斥任何人有一些特殊的管道，包括郭台铭、张亚中还有佛光山等等都有意愿要购买捐赠，却吃遍了闭门羹，更传出有国内疫苗的炒股说法。行政院长苏贞昌紧急止血，宣布成立单一窗口，由经济部、内政部分别受理企业跟民间的请求。而总统蔡英文特别强调会跟民间共同努力争取疫苗，而这些都跟原先强硬得由中央主导的立场完全不同。那会不会感觉说和指挥中心的立场有一些不同？那蔡总统还有苏院长他们有没有跟你沟通过？会不会感到压力？针对施压问题，陈时中并没有正面回应，但从新的动向来看，民间购买疫苗提供国人施打，或许有看见了一丝曙光。 TVBS 新闻严瑞生、吴宣彤、张仁科台北报。现在关注文化大学，今天证实同一栋男生宿舍陆续出现四例新冠确诊个案，该馆其他345名的住宿生将在明天全部都要进行快筛。文化大学男生宿舍大轮馆爆发4名学生确诊，校方就怕有无症状的群聚感染，马上是配合北市成立紧急应变快筛小组。文化大学同一栋宿舍累积4名男同学确诊，最先是5月29日确诊的案8075，原先住在大轮馆5楼，远距教学后就回到台中，随后筛检阳性。30号再新增1名马来西亚侨生住在宿舍3楼，31号晚上再爆出2名港生确诊，也住在3楼，因为要返国才去做筛检，是无症状感染者，这让校方不敢大意，立刻通知市府。他有名的确定学生20个上20个下。1号下午，北市联医来到文化大学敞刊，预计让还在宿舍内的345名学生在2号进行全面快筛。校方表示，由于筛检量庞大，规划200名学生在校内快筛，另外100多名由市府派4辆防疫专车到剥皮寮筛检站进行筛检。那昨天做了全馆的消毒。然后也把有影响的同住的同学做了一个就是到隔离1人1室的状况。明天的目标就是把345位的同学就一次普筛完成，然后把确诊的同学如果是有这样的状况，就赶快让他能够依照政府现在的 SOP， 然后送到医疗的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隔离跟治疗。这4名确诊男大生彼此都不是同寝室友，第一时间校方已经进行全馆大消毒，而北市机动快筛队也在接获任务后已经在进行整装。同学要消毒，他是的都可以到辅导员室来领取。本土确诊烧进校园，因为学期还没结束，还在进行远距教学，所以宿舍还有很多学生。文化大学大动作快筛，盼能成功围堵疫情。 TVBS 新闻徐国恒、李怡婷、江明翰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再来关注双北疫情，首先来看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蔡英文总统昨天特别为了澄清高端疫苗开记者会，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就在记者会上大酸蔡总统，这疫情爆发以来死了超过100人也没出来开记者会，可是高端一跌停就出来了。而至于台北市目前的疫情看起来他认为没有扩散，是因为在大家自主封城下的压制，疫情还是陷入焦灼的，仍在危险边缘。目前整个疫情应该叫陷入焦灼状态，自主封城，你知道，让这个疫情没有扩散，但是现在就是被压制在一个程度。面对疫情依旧没有乐观的本钱，但柯文哲担心的是大家就快没耐性了。3级管制的状态下，台北市的疫情还是能够控制到目前这个样子的，但是它还是一种危险的边缘，我就很怕，你知道，拖2个礼拜以后，大家疲劳了，开始放松了。其实我们现在从日本的经验，你知道，现在一放松，疫情就重新爆发了。要怎么堵住疫情？柯文哲还在想办法，唯一解方就是疫苗。眼看民间纷纷自寻管道，声声催，对照中央态度，柯文哲很有意见。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个，你没有看过蔡总统出来开记者会？昨天那个高端的股票一跌停，你知道，刚好蔡总统就赶快出来开记者会。有时候要思考一下，到底政府的优先项目是什么？不止疫苗进度，中央配发给台北市的疫苗数不断变，柯文哲也很不满。我们昨天一天，你知道，那打疫苗的计划改了3次了。国家要想清楚了，到底你那疫苗怎么供应嘛？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整个疫苗政策实在是很混乱的。
就算混乱也得排出先后顺序。尤其上个月新义区长照机构因为员工确诊造成群聚感染，七位长者不幸往生，柯文哲再拍板接种新政策。长照机构的工作人员要优先打疫苗，目的就是说防止他们在外面感染，然后再进来再传染这安养机构老人。市场管制也要启动即时人潮影像监控，在疫苗还没有普及前，柯文哲再开处方，盼能对症下药。 TVBS 新闻黄冠文、李品 SN 小组台北报道。好，那么最新消息就是针对了台北市长柯文哲批评台湾死了超过100人，也没有看蔡总统出来开记者会，反而是高端股票一跌停他就出来。总统府在晚间也做出回应了，他们说政治口水无助于防疫，过度的政治操作跟言行举止都让人感到非常遗憾，这是来自总统府的最新消息。而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新北市的疫情了。新北市今天不含校正回归，确诊数呢也还是有127人，其实疫情还蛮严峻的，将近北市的两倍。那么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坦言说，这疫情仍然是在高峰，主要就是因为一开始从万华扩散到新北，所以发病的时间也会比较晚。那么他也祭出铁腕，板桥的冥想市场因为没有控制人流，勒令停业三天。冲第一线，新北市长侯友宜看警消打疫苗，不这么做恐怕也不行，因为另一头火还在烧，新北确诊数依旧降不下来，不含校正回归，29号142人，接着连两天126人，到6月1号，北市已经降到68人，但新北还有127人，将近两倍。万华这个大震央开始震过来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新北市的整个高峰的发展的趋势一定会比台北市慢，一定会比台北市慢，因为发病日一定会比台北市慢个两三天。但侯市长强调，目前趋势算平稳，只是他招牌的超前部署呢？像市场管制比一比，基隆、台中、高雄都用身份证控制人流，北市也已经宣布场内不能超过容流人数2/3，但新北却强调交给自治会处理，会不会没有强制力？你做不到人流管控。所以就要求板桥冥想市场从明天开始暂停营业三天。展现铁腕，侯友宜也顺势宣布西北市场要加强控管，人流降到现在的1/2，市府也会去稽查。新北疫情持续烧，市长救火也是救自己身量。其实我们新北市还是在高峰的这个期间，并没有说在大幅度的往下降，并没有。所以所有市民朋友一定要努力持续的做好整个防疫作为。 TVBS 新闻吴奎恩、李淑恒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好，继续来关注的是亚洲其他国家的疫情，像是马来西亚从今天开始全国封城，重要路口有警察站岗，用路者得出示文件才能够通过，非民生必要商家通通关门。不过重要产业像是航空制造业跟电子业还是可以采人员分流运作。日系两大汽车厂丰田跟本田则是因为人力不足干脆暂时关厂。而另外在印度方面，光是今年五月就有900万人感染，12万人死亡，创下了全球疫情爆发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月。吉隆坡的机车骑士行经到这里，全都得排队向警察秀出可外出的证明文件才准通过，汽车也一样。大马全国封城，唯一可畅行无阻的只剩救护车。非必要营业商家全都拉下铁门，只有食品、卫生保健、银行、邮局、隔离旅馆等17种生活必需店家可营业。一户人家采买最多只允许2人外出，且只能去住家10公里范围内的店家购物。为了在疫情期间维持收入，有不少民众来外送业者的办公室排队登记当外送员。大马疫情仍严峻，1号从前两天的6000多名病例上升到7105例，累计确诊近58万。不少民众赶在封城前来打疫苗，因为大马财政部表示，航空业、石油天然气、制造、电气电子等领域仍可运作，因此还是有不少民众得去上班，但公司必须分流。Masa buat tu terlalu lambat. Bagi saya lockdown yang seperti ini adalah first week of puasa.Whereby masa tu kes tak banyak lagi and orang pun tak banyak bergerak. So sekarang time ni orang dah banyak bergerak. So mungkin agak lambat sedikit lah untuk buat lockdown ni. Buat lockdown is okay. So untuk diri kita punya infection rate lah.
人力减少的状况下，日本车厂丰田跟本田干脆宣布暂停关闭马来西亚的工厂，这对汽车的供应链影响不小。邻近的泰国则是疫情起伏不定，31号单日确诊5485例，创新高，1号则新增2230例，大部分病例集中在监狱、工厂以及工人宿舍。除了台资的太晶堡工厂累积确诊破2000，部分产线暂停，也有食品厂陷入群聚感染。新加坡疫情在执行2个礼拜的防疫收紧政策后较为趋缓，总理李显龙在最新谈话中还举台湾为例，呼吁民众要尽快接种。In Southeast Asia, many countries have not started vaccinations in a big way. Even places that have kept COVID-19 well under control, like Taiwan, Australia, and Vietnam, have recently experienced outbreaks.为了扩大疫苗接种覆盖率，新国政府允许私人医疗业者透过特别采用程序引进包括辉瑞、莫德纳、AZ、交生、中国国药集团这些世卫组织批准的疫苗，且施打对象从医护、长者、40至44岁成人向下延伸至12岁以上青少年。We will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June holidays to vaccinate students. Bookings will open tomorrow.相比之下，疫情较为和缓的大陆近期却不太平静。广东省的确诊数因为印度、英国变异病毒入侵激增，地方政府已针对离开省境的民众做管制，搭大众交通工具者则要有72小时内的阴性证明跟健康码绿码才能离开。此外，为了避免群聚，官方也暂停帮一般民众接种疫苗。 TVBS 新闻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要将新冠变种病毒以希腊字母来称呼，避免有国家被污名化。比如说英国变种病毒、南非变种病毒以及印度变种病毒，这以后会怎么改名称？交给记者韦佳琪，带我们来了解。新冠肺炎的疫情在全球持续延烧，不过现在也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变异株，像是英国变异株或者是南非的变异株。但现在 WHO 就认为要帮他们去污名化，未来你可能就得用希腊字母来称呼他们了。但你看到这一回新冠的病毒出现了许多的变种病毒株，但是它的学名实在是太难记了，而且容易误报。再加上如果你称呼它为英国变异株、印度变异株，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可能会被污名化。因此 WHO 就拍板了，未来要以希腊字母来称呼他们。那么会有什么改变呢？像是这一回在台湾盛行的英国变异株，未来我们可能就要叫它 Alpha， 那么在这一个南非的话则是改为 Beta， 至于巴西的部分则是要改为 Gamma， 印度变异株未来也不能这样称呼它了，要改称作为 Delta。 他们还鼓励呢各国以及机构要用新的标签，不要再污名化这些国家了，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运动可以帮忙他们撕除标签。英国预计在6月21号要解封，可是目前印度变种病毒株似乎呢又在英国快速的蔓延开来。根据英国 BBC 报道，这几天新增病例有70%呢都是感染了 Delta 变异病毒，也就是所谓我们刚才说的印度变种病毒。那么英国政府顾问就坦言说，如果情况没有控制，全国解封可能会有变数。球迷抱头欢呼，当切尔西以1-0一球之差击败曼城，拿下了欧冠金杯时，大家嗨到勾肩搭背贴在一起，现场还没有人戴口罩。明明英国还没解封，防疫都忘光光。另一边，曼城的粉丝也一样，英国球迷的各种群聚还搬到了葡萄牙。欧冠决赛前，匆忙放行了16000多名英国球迷进城，还在大街上聚会看球，惹火了葡萄牙人。毕竟英国疫情还在烧，而且这一波主要感染的是传染力更强的 Delta 变异病毒，也就是之前说的印度变种病毒株。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城市波顿，就是因为感染了 Delta 变种病毒株的病例增加，还要出动军人挨家挨户帮民众采检。See uniform, a bit startled straight away, but as soon as we describe what we're doing, they're more than willing to assist us.
英国连六天通报超过了3000例的新增病例，而且高达75%的新病例都是感染了 Delta 变异病毒，这可能会成为原定6月21号解封的最大阻碍。But this variant is significantly more transmissible, and we're seeing that in the rapidly rising infection rates. In a way, I think the dates all the way through were created just to give everybody some kind of sense of structure, and I think there's a significant chance that it could change.专家是不停的警告，太早松懈可能功亏一篑。不过很显然，现在许多英国人再也受不了防疫生活，数百人上街举牌抗议，他们认定疫情是一场阴谋论，反对戴口罩和疫苗，抗议所有的防疫措施都违反人权。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是愿意乖乖打疫苗。I think it's partly we live so close to Hounslow where there's a big like rise in cases, but also I just sort of want the whole country just to come out of lockdown hopefully 21st of June, so the more people vaccinated the better. So doing our part really.伦敦西五区的特克威纳姆体育馆改成了大型接种中心，继续推动让青壮年接种疫苗。根据大数据统计实验室公布的资料，英国目前已经施打的剂量达到6460万剂，约有3900万人已经至少打了第一剂，而已经打两剂完全接种的人有2530万人，占总人口比的38%。此外，英国首相强生也定出了远大目标。Vaccinating the whole world by 2024 or 2025, which is the current, you know, what we'd achieve on the current timetable, we need to get this done by the end of next year, by 2022. 喊出要 G7 团结，让全球在2022年底前完成疫苗接种，这都还需要其他国家配合才行。而在欧洲算是较慢开始打疫苗的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才刚宣布自己和太太都已经完成接种，法国总理也希望催出一波接种潮。Donc la crise aujourd'hui est en train de passer derrière nous avec une seule réserve qui justifie ma prudence, c'est que ça dépend de la montée en puissance de la vaccination. 欧盟更是已经蠢蠢欲动，打算要推行旅游护照，要以绿色、橙色、红色来区分欧盟成员国的疫情程度。When you come from a green area, no restrictions should be applied to you. 只要是来自绿区的就免隔离、免筛检。目前希望在7、8月欧洲度假旺季前来执行。但是变异病毒的危机仍潜伏在欧洲各国，如何安全重开比当初封城更困难。TVBS 新闻综合报道。新冠病毒的起源究竟是什么？是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吗？还是实验室的外泄所导致呢？美国总统拜登最近为什么下令要重启调查呢？再请佳琪告诉我们。新冠病毒的源头到底从何而来？之前有一说是不是实验室外泄而来，不过这样的说法当然是被中国大陆给否认了。不过最近呢，似乎这样子的谣言又再起，而且 WHO 是不是要展开第二波调查了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呢就说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之前有3名研究员在2019年的11月的时候，当时有住院，但是住院的症状是什么？竟然是跟新冠肺炎相似，因此他们认为这其中应该是有什么连结，是不是有什么关系？而其实呢，美国总统拜登也要求重新调查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WHO 也承诺了针对实验室外泄要来假设展开第二波的调查，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不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假设呢？因为其实实验室外泄的事件在别的国家也曾经发生过，像是电影来看到的是1956年前苏联，就是因为有人不小心在实验室打破了这个培养皿，导致玛瑙炎病毒外泄。1978年的英国甚至还有天花病毒事件，2003年的台湾跟新加坡也有类似的实验室外泄事件，也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次的新冠肺炎是不是跟武汉实验室也有一点关系呢？而科学家就说了，现在调查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尤其是这个丹麦的流行病传染学家，他就说了，以武汉等地的血库测试呢，可能会因为届满2年被销毁。那如果被销毁，再加上中国大陆拒绝提供资料，那么要厘清这个源头，恐怕会是难上加难，可能到最后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源头是从何而来的。
继续把镜头转到中国大陆来看看，还记得大陆最当初的时候呢，是实行一胎化政策，也就是为了要减少人口的快速成长，甚至呢违者还要罚款被堕胎。不过呢，因为大陆成长去年呢人口成长写下了数十年来的最慢速度，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放宽生育限制，从过去的一胎化变成两胎化政策，变成现在要拼三胎，呼吁大家增产报国。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中国社会出现重大改革，周一重磅宣布三胎化政策，这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看完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三周后所做的决定。因为中国人口成长写下数十年来最慢速度，中国生育政策进展从1979年起维持12年的一胎化，直到2010年总生育率 1.18 写下全球最低，2011年才调整为单独二胎政策，2015年再放宽为全面二胎，现在为了挽救未来的劳动力再上调到三胎化。有条件可以多生，那像比方说年轻人要买房，这种压力本来就挺大的，然后就要考虑到教育成本什么，可能政策是一方面，实行我估计挺难的。但现在相当大的问题不是缺三胎四胎，而是在晚婚不婚的背景下，一胎都有好多人不想生，怎么去谈三胎四胎？大陆鼓励增产报国，只是人民和专家却不太给面子。Unless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s real incentives, so providing special allowances.To couples who have three children, I don't think that Chinese couples are going to have more kids in the coming years. And China has been facing what social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have been warning about for.decades now, and that is a decline in population that could hurt the economy. 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老龄化社会元年出现在2000年，此后20年间老化速度狂飙。2021年更从原本10%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激增到17%，预估到了2050年将会是43%，也代表劳动人口规模将急速萎缩。大陆三胎化试图拯救的其实是未来的劳动力及经济问题。You've got a declining birth rate combined with increased life expectancy. The result, it is sparking fears that there will not be enough workers here to support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what you've got to keep in mind about China is that economic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are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social stability here.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带动新一波女力崛起。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大陆年轻妇女在各领域发光，高阶主管女性占87%，工程师也不再是男性天下，有51.4%是女性，半数以上职业技术工作者是女性，但同时也凸显出潜在的性别平等问题。根据广州性别教育机构一项统计，只有4%女性敢出面举报职场性骚。Women did not get enough empowerment to help them to speak out about their story.中国女性出头天，但性别平权、职场性骚等议题对职业女性而言依旧是个难题。 TVBS 新闻综合报道。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